2023年寿山岩观音寺亲子绘画比赛开跑喽！今年是寿山岩观音寺佛祖立台280周年五朝佛教，今年的庆典活动，欢迎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，大家一起发挥你们的创意，画出280周年寿山岩观音寺民俗建筑之美。即日起到10月16号受理证件，欢迎小朋友一起来参加，丰富的奖项及专属礼品等你来拿。更多活动详情，请上寿山岩或中嘉快品北建脸书粉丝专页查询。